当你拿到这标机拆完箱子之后，你会看到这些东西。一个首先呢是主机，贴标机的一个主机啊。另外那个配件当中呢，你看一下，一个是L 型的一个支架，就挂那个标签卷用的。另外呢，两张标盘用来夹住那个标签卷用的啊，两张盘是不一样的，待会我再给你细说。然后呢，电源线，然后呢，这个呢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定位器，是放哪呢？放在这个两黑头之间的这个框架旁边，是用来干嘛的呢？是用来限制瓶子的位置，这样的话你不需要每一次用眼睛去瞄，看就知道是什么位置。这个东西可以放这边，也可以放这边，啊。另外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一个备用的一个开关，备用开关在哪里呢？备用开关在这儿，啊，在这个地方，啊，转一下给你看一下。这地方它是那个运作原理是压一次碰一次碰到的开关，触发一次啊。这些东西在这是备用的，以防万一哪天坏了的话给它换上去。啊，另外呢就是三个扳手。好，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如何装机。首先呢你把那个 L 型支架给装上去，装上去之前呢你要把这三个螺丝给拧掉。然后呢，拿那个 L 型支架，我这个 L 型支架是带打码用的，你那个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不一样，但是一样的 L 型的 L 的一个形状啊。我们把它拧上去，首先呢，你用手给它拧上去先，首先用手动给它拧上去，先上螺丝，螺丝给先用手给它上上去，这个转盘可能会开不久。手动上下去之后呢，我们拿那个最大号的一个扳手，首先呢用长柄给它拧到你拧不动为止。同时呢，你要保证这个支架啊是这个同一个水平面上面。好，我们再用短的这一端呢给它给加固一下。现在我们把那个支架给安上去了。支架安上去之后我们怎么放标签呢？你看啊，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两张盘，这两张盘呢它是不一样的。你看这个盘呢明显它有个槽，它槽在这儿是用来箍那个橡皮筋用的，这边就没有，没法用啊，没法挂，那不能挂反了，是吧？这个的先拿过来，有槽的这一面对着这个橡皮筋往橡皮筋方向走，哎，跟这根轴差个大概差个两三厘米的时候呢，你把它给稍微固定一下啊，就拿这时候呢拿这个二号扳手给你配的第二种扳手小一点的，给它稍微固定一下，啊，稍微固定，不要拧太紧，可能会还要调的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橡皮筋给放到这个槽里边，这样就固上去了。它起到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，把标签绷直的一个作用。这个时候呢，你拿出你的标签卷，首先找到标签头，哎，标签头是这样的，啊，标签是朝上。标签朝上，这个时候呢，啊，这个时候呢朝上，你要记住了，朝上，这样的把它弄回去，然后把它放到这个盘上面，盘上面有个内壁，你看啊，这个盘有内外侧之分，内壁小一点，啊，外我手拿的这块呢，宽一点，窄一点呢，这样塞进那个孔里边，首先你拖着这个底，拖着标签这个标卷的底。摁进去，啊，这时候就摁进去了。
摁进去，同样的拿那个中号扳手把这个螺丝给固定住。这样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看啊，橡皮筋在这儿，这个时候你再找到那个标线。接下来啊，怎么穿标了？首先你找到那个标签头，找到之后呢，撕开，你拉点出来，拉点出来呢，你会遇到那个一个这个有带俩小圆圈的，有时候会摆在这样，你一标一个分开。然后这个小圆圈里面有顶丝，不是螺丝啊，你不要以为它丢了，其实在里边。你拿最小号的扳手，到时候呢，你标签穿好之后呢，你把这个拧紧就可以了。最小号扳手，它没有丢，它在里边，它是顶丝，不是螺丝。这时候呢，从这个杆子下方过，不是从这个杆子上方啊，就是杆子下方。下方过了之后呢，看我们看到一个光眼，看光眼它会有一个卡口，光眼会有个卡口啊，关键它有个卡槽，放进卡槽里边。这个时候很关键啊，过来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轴它下面还藏了一个小轴，我们从小轴的下方穿好一直，然后呢用手手指顶着这个纸，顶着这个纸，那多了点事啊，把它搂上来，这样把它搂上来，这样的话，它是从这里开始到这里是从同一水平线上面平的，它是平的。如果说你从这一块走的话，它会向上的一个倾斜角度，它会影响贴标，影响行程。这个时候呢，到这里开始，咱们的标签呢就开始撕掉了。从口子里头出来之后呢，可以把它撕掉了。撕掉你可以放一边，也可以说你觉得说没事的话，就把它给揉掉就行。像我这样的话。一个两个好，大概40公分长的时候就够用了。关键啊，顺这个板下来，不能从这个板这个轴承走，顺这个板下来之后呢，就经过这个小轴不要从这个缝里头过，从小轴前面过，然后在黑两个黑的轴一个大黑一个小黑的中间过，下面用左手接了之后，从黑的跟白的中间上来，这样就 OK 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废一张纸。好，我把为了观察清楚一点呢，我把这个放开一点。好，这个时候用手摁着这个底纸往下抹。抹到下一张的时候，这张先不管啊，抹到下一张快要出来的时候，你注意一下它是不是同时出来的，有没有一边高或者一边低，露出一点点，大概一两毫米的时候，你看观察一下它有没有一边高一边低。这个时候如果说有歪了，那你就底纸左右移动一下，移动之后同样这里也得左右移动，上面移了下面也肯定也要移啊。这么样的话，为了保证这个标签啊从那里开始都同一条线上面，不能太左，不能太右，这样。好，这样之后呢，绷直了呢，我们用手去拧这个螺母，两边的螺母拧上，这个时候标签就行了。标签就行了，这个是我们整个穿标过程。还有一点，你要么你就把废纸直接都垂到地上的桌子，这个呢移到桌子的边缘来，也可以从下边穿过去，这样上来把这个抽掉之后呢，也可以这么夹上去，抽掉，拿着用两个这个铁子啊。小铁丝给它给夹住，夹到这个槽里边。好，这样就行了。我一般情况下的话，嫌麻烦，咱们这个也不用了，直接就随地就行了。到时候你一收拾直接扔了就行。好，这个就是双标的整个过程啊。
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开机试一下。好，这样啊，我去插电。电线插上去，开关拿起来，开关拿起来呢，你会发现这个灯呢，如果说是在标签的间隔处，它是黄色，然后在那个什么，在标签上面呢，它是暗红色的一个暗红色，有时候是黄色、暗红色这样的，啊，拿着标签它是没有标签，或者在间隔的地方它是黄色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先看一下标签的长短怎么试，不就是开关吗？开关在这是不是？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勾一下开关，看它的长短如何。啊，它出来这么多，行不行呢？不粘就行。啊，然后呢，我们看。第一件事情，穿完之后，刚才调这个长短了，这个长短如果太长的话，你可以移动这个来。待会我再讲。第一件事情是怎么说呢？瓶子根据你瓶子大小，咱们先来小瓶子，小瓶子先放上去。怎样才行呢？如果说这个瓶子过长，它不能挨到这两块铁板，在两边的那个铝合板。然后呢，这个也不能挨着下面的铁板，不能压着那个铁板，让那个瓶子托起来。你只要把这个瓶子托高，举高高。好，举高高之后呢，第一件事情，不让这个什么呢？不让这颗螺丝冒尖儿。哎，平的。这个时候你压下来，它机器是不会动的。而且你这三根轴呢，咱们这个轴为了使这个瓶子均匀受力，要成一个等腰三角形，也就是说这个轴在瓶子最上方，成一个等腰的一个三角形，压住了。这个时候机器不会触发的原因就是什么呢？原因就是这个开关没有被触发到，这个时候借助这个螺丝的力道啊，拧进去一点它就行了，可以了，能贴了。最后就看一下，哎，贴的不是很完美，尾部有翘，这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出短了。出短了怎么办呢？我们出短了就把这个光眼松开，用扳手啊，用这个扳手把它松开。松开之后呢，往这边移，往你放瓶子的方向移动，啊，往这边移，它就会出来多一点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同样我压手柄和这个碰开关是一样的道理。那它稍微长一点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试一下。再试一下啊，你不粘，你看是吧？也能用。你看这个时候贴的话，就比刚才会好很多，是吧？好，如果说你的瓶子换成大瓶子了，第一件事情，哎，把这个往外送一点点，稍微让它弄低一点，但是不至于挨到下面的板，或者挨到其他地方，啊，这边或者这边都不能挨着。这个时候呢，这边也得调。这边调完之后呢，哎，机器是不会动的。刚才小瓶能动，大瓶为什么不能动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开关没碰到，它的距离变远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咱们拿那个扳手从那个拱形轮里头过去，一只手压着，一定要压着。压着呢，这个时候跟刚才一样，拧进去，它哎触发了，再拧个半圈就可以了。这时候贴上去了，是吧？这个呢，调完螺丝之后呢，你不用了，断电之后呢，最好拿个瓶子放上去，这样一压下来，不至于那个开关会被损坏掉，啊，万一说有，你看啊，我这么一压，它就触发了，都压到底的话，开关可能会本来顶得更厉害，这是不行的。啊，最后一点，这个东西的，如果说你标签贴出来是歪的。整个是标签是这么歪在这里的，那就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东西这个地方倾斜了。你要保证这个呢是一边搞一样搞啊，左边和右边是一样搞啊。就刚才我那个穿标准给说了这一点啊。这个长管呢，靠长这个出来的长管靠这个调，前后移动呀。你看啊，
出来就很长了，对吧？下一单也肯定很长。然后太长了呢，太长了，我们就把它给挪回去。哎，它就变短了，啊！记住上面的加减键，咱们那个光眼上面的加减键不要去摁它，啊！如果说你这样光眼失灵了，那去联系一下客服，找一下售后。平时咱这个加减键不要去摁它，加减键的灵敏度呢，我们出厂的时候都已经给你调试好了的，啊，好，什么东西都好，都弄好之后呢，你可以，那就可以什么呢？固定这个螺丝啦，然后废纸啦，都给它收拾一下。OK， 这个就是这台机器的一个如何去安装、如何去使用、如何去调试的一个视频，啊，感谢关注。